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7年10月18日至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。大部提示党委的核心牢记使命，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。习近平同志代表十八届。